辛巴达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。身为指挥官，他从不惧怕冒险。而且能做出艰难的决定。我要吃鱼。船开得很稳啊，舵长。不好意思，老大，你真的确定要让他掌舵吗？当然了，他从来不抱怨，而且只要求吃花生。你这叫做开得很稳吗，水手？刚才那是什么？地震吗？不可能地震了，老大，我们是在海上。是哦，那么就是海洋震了。不是，我们撞到陆地了。陆地？这里视线所及之处都是一片汪洋。看那边，老大。哇哦，真惊人啊，我们发现了未知的岛屿。奇怪了，地图上怎么没看见过呢？干得好，皮塔，我这就升你为领航员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你们看这个热带天堂正等待有人进去探索呢。你先请。好吧，那么你来带路。好吧，我看得出来这件事非得我亲自来不可了。有意思，到处都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。你看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好玩，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好吗？太好了，就这么办。